台北艺术中心由三个剧场组成，每个剧场都能独立运作。大剧院、多形式中剧场和镜框式中剧场，三个剧场嵌入一个中央方形量体，方形量体把舞台、后场和支援空间合并成为单一而有效率的整体。台北艺术中心有许多个正面，观众席量体于此向外突伸，悬浮于这熙来攘往的城市之上。方形量体从地面抬升，街道延伸至建筑物之中。对于没有购买剧场门票的一般市民，台北艺术中心同样欢迎您的造访。公共参观动线是一条穿越剧场设备空间和制作空间的通道。虽然这些空间一般都被隐藏，但当中的运作却令人叹为观止，好比一场引人注目的演出。公共参观动线不仅使观众亲身感受剧场制作流程的经验，更进而使剧场影响不同层面的民众。大厅是三个剧场共用的，观众在通往较高楼层的过程中逐渐分散。镜框式中剧场有800个座席，像是悬浮的星球，停靠于方形量体。观众在球体内外壳之间穿梭，往剧场方向行进。在观众席内，内壳与方形量体交界形成的独特镜框形式，创造了镜框可能性的无限想象。大剧院是三个剧场之中最大的，由一个隧道将观众从大厅带领到观众席。大剧院有1500个座席，富现代感的设计是从20世纪的大型剧场空间演化而成。不同于传统的协和型剧场，大剧院的形状些微不对称，舞台层、主观众席和楼座区在折叠的平面上形成一体。它有着多变的声学效果，灵活的前舞台和乐池能支援各色各样的表演，例如舞蹈、芭蕾、中国戏曲、西洋歌剧以至交响乐。与大剧院位处相同楼层，在它对面的则是多形式中剧场，是个可容纳最具实验性表演的灵活空间。超级大剧场是一个大型类似工厂般的环境，由大剧院和多形式中剧场结合而成。这里能容纳各类大型制作，例如齐马曼的歌剧《士兵》，这部需要百米舞台来演绎的剧作。而那些超乎想象的新锐创作，更可在超级大剧场独特的空间中绽放异彩。